déjà vu, I just been this b-。 可能大家已经都知道了，那么今天呢，我要去找柚子拍点东西，然后他应该已经在等我了，所以我要赶紧的。你好 ，I will make you chair。 系，我请一请。他来了，他来了，但是不知道他现在在哪儿。他说他下车了，我问清楚的在哪先。八八六，好高一个啊，好尴尬，拜拜拜拜。大家好，欢迎收看我们的视频。今天呢蛮抑郁，我们到现在都很抑郁。如果看过动态的知道，我本来呢都要去做一期原创节目，叫做出演煲仔饭。然后我想着在出演煲仔饭之前啊，还没到饭点，哎，我们去录一个密室。我们找了两间，两间密室都不给我们录，可能是嫌我们人气太低，太大气了，你知道吗？很难受，很难受，就没有粉丝就没有话语权。I'm supposed to heal you, but I ain't done much healing.Hello. 然后，咁个老细点过啊？美国嚟。哦。还故意让我们把粉丝给他们看，他们老板一看，不行不行，你们走吧。啊。很卑微，好吧。卑微的议题。换作如果我是密室的老板，我为什么会拒绝两个客户？就看不起我们做主播，觉得我们不行，很菜。哇，就没有东西录，只能来这里喝喝咖啡，聊聊人生。我们慢慢的混了一天，现在已经是下午的6点钟了。地球啊，就晃过来了，已经6点了。Hello, it's me. I was wondering if after all these years you'd like to meet.干杯！没办法，我们只能做到台，没办法 ，no choice。这就是一期很普通的谈话视频，好吧？我在上期去吃火锅的视频里面就说过，生活啊本应就如此简单，啊，坐下来喝杯咖啡，啊，聊聊天，好吧？这就是可以感受这个生活的乐趣，然后被别人盯一盯，给当猴子看的。我水过这么多次，快手、抖音都没有这个水，这个太水了，这个已经没得再水了，水到没得再水，水视频的终极奥义，这个是水视频之王。A few moments later， 来吃一波火锅，对吧？都说广东人他不能吃辣，在开玩笑，我觉得说这句话的人就是在就是傻逼。今天就来给大家看一下什么叫能吃辣的广东人，好吧？啊，这个辣椒好像有点小多，但是没有关系，我相信我跟阿刘应该能顶得住。这个，好吧，还好吧。我觉得他一会儿回来会大吃一惊。他有点恐怖，知道吗？我们想让他辣椒这么多。哇，这个，我刚刚拍过了。再拿过来看一下，刚刚没有汤，他盛辣椒的时候贼恐怖，现在他也不赖，他有点很恐怖。我看到我头皮发麻。他那个红油冒上来。我操，有点夸张，有点慌了，我有点慌了。不辣吗？哇，看起来很辣 ，easy， 很 easy， 比不上火鸡面。可以试试喝汤，不多逼逼，这个狠人，我操，妈，这个太狠了，哇，好可怕啊，为什么这么猛啊？一点点，哇，很呛吗？很呛。他那个油，我用对面，我用对面。你们别说什么间接接吻啊！我在对面，好吧。
有什么挑战性，太 easy 了，你知道吧？对于我们这种那么强大的广东人来说，对，不辣，一点都不辣。你们有什么有挑战性的东西，就是比较辣的东西，吃上辣条就算了，都可以，就是告诉我们，然后我们就可以下次找机会再来搞一波。这个它没有什么挑战性，很普通，太菜了。今天这一天过得非常精彩啊。虽然中间有许多波澜，波澜掀起了波澜，对，但还是总的来说很精彩。那如果你们喜欢这期视频，可以对我们点个推荐，点个收藏，对吧？投个硬币，充电，点个订阅都是可以的。对，数字三连加订阅，对吧？我们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，感谢收看，我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